一年一度苗栗县南庄花卉节将在4月23号到5月22号登场。今年浪漫花景在南庄游客中心、情人巷及南江水岸广场、蓬莱溪护渔步道四处都能见得到。此外呢，33处串联了在地协会还有学校部落，打造22处花卉亮点，营造3城的花园氛围。南庄游客中心广场大型花卉艺术打卡点亮相，一年一度南庄花卉节4月23号起登场。我们要邀请全国的好朋友、全国的民众，我们在防疫的前提下到我们的新竹苗栗来旅游哦。这个国际漫城又是我们的花园3城哦。那现在春天来旅游正是时候。苗栗的花卉节哈，南庄东江。南庄很漂亮，此刻的南庄被花卉给笼罩着，是一个非常浪漫哈。在这个浪漫的五月季节哈，我们的南庄花卉节哈，这个充满了绿意盎然，充满了花哈。那个展现给各位的是你们以往看不到的南庄的景象。近2年因为疫情国旅行，南庄花卉节配合防疫指引迎接游客，透过游客中心前设计传达相遇、南江水岸相守、休憩角落的陪伴以及护渔步道想念4大主题，而将近1个月的时间，相关花卉主题活动小旅行都陆续开放报名中。我们还有花卉的市集、花卉的小旅行、花卉餐桌，那我们邀请全国的好朋友游客在防疫的前提下春天来南庄正好玩，那欢迎大家来。不止4大打卡点，33处也会和在地的协会、部落、学校一起打造22处的花卉亮点，山城花园浪漫迎宾。花